想起18岁的那个晚上，那时的我应该再勇敢一点。吉夏，你现在还学会冒名顶替了？帮我见个笔友。你好，我是欧阳吉夏。我原以为我的青春会讲出两个故事，不知从哪刻开始，两个故事纠缠在了一起。叶芷当然是我最亲的人。你们写过这么多信，他说过一句爱你，就是个小偷，是你把我推向沈家白的。那些信是你写的吗？爱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时机。你说你爱我，你说话呀。或许我应该勇敢一点。那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。给我写信的人